siempre.等下，让你以为那个还在拨号中吗？不会啦，你那装的很不像哎、欸。我想说，为什么你要一直呜？你怎么了？你在哭吗？切，为什么装的很像？可恶，像啊！来麦克风，哎呀，你声音怎么变好多哦？有吗？有啊，变好多、哦，好像我声音脑变很多。我就是这样。对啊，麦派啊。二十万的 fuck。我搞错了，我搞错了。OK，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这台电脑的问题啦，因为我现在就好，我不知道要怎么讲。我在跟你们讲吗？我只能跟你讲一件事情，麦克风变得超清楚了，变得清楚很多，真的。麦克风变超清楚，真的。我每次用桌垫的时候，别人都说我麦克风超清楚。对啊，你用你笔电的时候就真的模糊好多的，跟你讲。所以原来是这台笔电本质就有问题。我在跟你们讲吗？我太夸张了。OK， 所以现在退去了。卡片，你就知道我 TWitch 该换，不是 TWitch， 我的荧幕该换了。你为什么你荧幕该换了？怎么了？对，我荧幕现在变成粉红色。粉红色，哇哦 ，pinky 三种口味，耶、yeah! ！然后信宇现在在居家里面，他关静音。啊？谁？哦。啊，他讲话了。谁？没关系，你们两个都听不到彼此的声音，没问题。没有吧？因为现在就你我吧，我看不到谁啊。我们应该没看到。对啊，因为我是在居家啊。啊 ？What？ 什么意思？他在居家啊。居家？废话，我们现在都在家啊，晚上了啊，等一下还会下雨，但是在家里啊，不然还会在哪里？讲错了吗 ？Hangout。Hangout， 哦。Hango， 太习惯讲居家了，所以没有，只是整你的。太过分了。所以他听不到我，对啊，因为那个你又不是在 Skype 上面，对不对？哦，有了，现在没有吧？因为现在 YouTube 也有那个了 ，YouTube 它可以那个人 720p 60fps 在直播呢，我觉得好棒哦。对啊，可以用60p 来那个。没问题，这些更新都对我没有影响，我电脑完全没办法撑住这些东西。现在不行哦，太可怜了。天啊，我荧幕塞不下三个实况那个三个直播的那个聊天视窗，太急了，太急了，对啊，没办法。好吧，没地方塞了，就只好就直接这样玩。我想，还是说要放一点音乐之类的，我不知道。我要放什么音乐吗？要不然会有点太干了。我不知道。反正你也听不到，对不对？对，我听不到，没关系，我可以自己播歌。我这边有长达一小时的歌，而且还有三个，不要是很多很多首歌加起来。哦。而且那些还是东方的，全部都是东方的，吓死人。你是东方米吼？没有啊。Why not？ 没有，只是东方里面有很多歌很好听而已。当然，东方好多改歌哦 ，N 歌数不完。对，就是那些改歌，我真的很喜欢那些改歌，超棒的。哦，超棒的。OK， so， 等等，让我看一下我的显示卡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把我的电脑换了一个位置，这样子希望它不会有什么过的。位置。对，因为显卡它过的很长啊，它就是。我打嗝。太可怕了。自己打开会叫的哇，一直都是这样啊！我本来就是这样啊，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我怎样的？好，你没有怎样，对不起。你那我那个麦克风有 OK 吗？就是有没有什么怪声音 ？OK 啊，听得很清楚。或者不会连我背景后面那个电风扇声也听得很清楚吧？嗯，我想那应该是我家的冷气声。你停仔细点，因为我背后开着抽风机，我不开冷气的，热死了，真的好热啊！哦，这什么？我这边在冷气啊，然后老妈因为她房间吹不了冷气，所以她现在正在窝在房间里面啊，看我妹俩。对，她现在有网络，她终于可以看五妹俩，你知不知道？她看得超爽。你妹俩？五妹俩啊？什么你妹俩？不要乱讲。你在讲什么？我才听不懂吧？你在讲什么？
嗯，装傻？我没有装傻。好，你没有装傻。我觉得我 FPS 好低哦，搞什么？我把一些不要一直笑，效能关掉了。哦，有60 FPS 吗？拜托，不要30，好难看的数字，这样子开60 FPS 的直播。那你现在要用 YouTube 直播？YouTube、Twitch 和那个 Hitbox 三个一起。那这样我知道我现在是要一起开的意思吗？有那么捧场吗？没关系啊，我只要开 Twitch。然后接下来我 YouTube 找到你直播的地方就好，然后我 YouTube 一直没办法登录啊，为什么那么可怜？不知道为什么，太可惜了。哇，有看到你那边写 Ragecraft， yeah， 所以呢，那个今天我们要玩的这个地图叫 Ragecraft 2， 是给 1.7.2 版本玩的那个一张 CTM 地图，它是一个很大的探索类吧，我想，看起来蛮有意思的。你在开台了吗？有，我在开啊，你没看到吗？真的假的？可是你 YouTube 没有显示，怎么办？没有啊，大家都在那里显示啊，大家都在那个聊天呢，都有在聊天啊，对啊。难道我 YouTube 又真的关掉了 ？No， 真的是。我看到 Game Over 4。Game Over 4， 什么叫 Game Over？ 你知道 Game Over 4吗？不知道。Game Over 4， 你可以下次去看看，它超屌的。哦，是一个人。然后现在那个我 Twitch 一直要求我要我改密码，机车。哦，有啊，他们之前有那改密码。OK， 我显示卡温度非常非常正常。我现在还必须要看我的信箱哦，然后我雅虎还登错，所以我要登入。可怜呢，智障，你才智障，智障你是智障。其实我 Minecraft 怎么会那么累个？不了解 ，Why？ 我想看你的直播，可是我需要。为什么连雅虎也叫我要改密码？他是智障是不是？对，我不知道该怎么吐槽了。今天是怎样？我才刚回来网络世界，你们就要全部的人都来叫我啊！不能，不能，不能，来。Alright， so 不应该闹，已经开场七分钟了，而我却一无所事事。Alright， so 我有把地图连接连在下面，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这是一个大概长达会有10到20小时游玩时间的地图，所以我们有得玩的。我有可能那个吧，会继续啦，如果我幸运的话。那么呢，这是一个 Ragecraft 2 Insomnia by Hilsio， 我不会念。然后呢，我们看起来是要先读一下规则，然后那个还有我们的目标之类的，我忘了换 skin 回来了，所以对，那个这个是。米崩的 skin， 他之前传给我，对啊，米崩的，米崩，还是讲米 QQ 就知道是谁了。米 QQ， 哦，被他听到他一定会生气的。我进来公门就直接讲出他的名字。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吧。我现在终于可以前往你的频道，我终于成功登录了，哇！耶、yeah, ，太棒了。All right， 所以我们的。那个规则一，那个不可以在创造模式或者是那个和平模式下游玩，然后呢，不可以使用那个模组或者是会作弊的模组，对，然后不可以离开那个这个地图外面，不可以破坏，它放置方块有它的规则 ，OK， 所以我们直接等一下再来看，然后不可以跟一些特定的村民。做交易，然后不可以，破坏，或者是放置 Ender Chest， 就是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的 ？Ender Chest 叫什么？忘了。Ender Chest 那个中介箱啊。哦，中介箱，呀。OK， 那么我们的规则就差不多这样子，很简单吧？网路里简单无比。Alright， 然后呢，接下来是我们的目标，我们需要完成 Warman。Moment by placing wool on the parent， 我们要把那个蓝色的羊毛放在那个目标地，
哦，就是 CTM 地图藏友模式嘛。嗯哼，然后只能够用那个特殊的那个方块，也就是说他们那个会那个命名成那有命名特别标示，不能说我们自己做一个然后放上去，当然是不行的，不行啊，对，不行，太过分了，太过打一分打蜘了，蛛就可以了。当然，然后呢，place has been 然后我们会收集到那个绿宝石，然后可以放在那个appearance spot，应该是那个应该是奖励的东西，奖励机制之类的。好了，然后就差不多这样子，所以呢，这本也许我会留着，因为我可能会一直看着。然后呢，我们就差不多准备开始了，我不确定还有什么按钮我只知道是好那个。因为我的 Minecraft 整在好累个天呐，这地图一定很大，Jeez，我下载下来是差不多30几 MB，不过，30几 MB，对，可能这部分三来十讲几就，MB 的地图很大哎。然后呢，那个，所以他说，我重生，如果我死掉的话，我重生会在这里，所以呢，我不应该在这里放任何一个方块，OK。所以我打开这箱子的话，我们可以拿看到我们有一些剑书，还有那个火把，所以我想我应该是要打掉这些土吧。等等，哦，上面有那个沙粒，所以所以我们是要打掉这些沙粒，所以让自己自杀吗？不太好吧？OK。攻击沙粒。等等，为什么屁呀、啊？我马上死啊！IP，May the dark power have mercy on you。他没有告诉你要干嘛吗？有啊，他就说我不应该放置任何方块在这里，因为我死后会在这里重生。然后马上就做好我的墓碑了哈，哈哈，真的很坏，马上做好我的墓碑了，这不太好，太扯了。这太扯哎、欸，了。有看到你在直播中。可有是吧？他居然没有在订阅内容里面显示，哇，太过分了，真假的，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哦，天啊，这里好多啊，那个墓碑哦，这里是坟墓场。好了，我终于可以跟观众聊天了，哇！他因为被的，Twitch 只有我一个人讲安安。哦，太可怜了，退去到 Mandy。我要去 YouTube 跟大家 say hello。对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箱子有什么。哦，不是要放口红在这上面，其实。OK，这箱方块有好多头，看骷髅头可以做什么？骨头也许我也会全部拿走。我马上听到蜘蛛的声音，这不太妙哦。有帽子，又有更多骷髅头、西兰骨头，还有那个骨头呀，完了。慢慢的骨头。对啊，都骨头。奇怪，我们干嘛那个去翻别人那个棺材啊？真是感觉没礼貌。然后我还一盗直。墓啊！对啊，我们在盗墓，我们干嘛这盗么墓万做？岁！然后还偷他们穿过的裤子啊之类的，感觉有点恶帽心。子。对啊，他们的帽子、他们的裤子，而我还给他穿上去，没差。反正现在这个身体不是我的，是米崩的。哈哈哈！因为我在用他的 skin 没、欸？哦，这是什么？好像很隆重的样子。我们有好像很隆重哦，20个火把，更多骨头，然后还有更多骷髅头。4个面包跟衣服，所以是说我们可以得到那个什么权你状？说那骨头是来给你当骨粉哦，是吗？我们需要那么多骨粉吗？我们有1组多的那个骨头我不确定我们需要那么 多太个，多了。太多了。我们要种什么？有什么？有我们有什么任务是要种田的吗？这感觉是要种很久啊！哦，我们有4个苦力怕蛋，what？最需哦，要苦力怕蛋了、啊。赞，太赞了！哦，然后我们有靴子，所以没错，那个皮革全装，果然，然后更多箱子，更多骨头，这已经不止，这好多骨头，所以我想，如果真的是要拿来种田的话，我会很生气哦，我会很生气哦，先生，看 note。我想先把全部东西都收集完，我再来看 notes，因为这是最无聊的一个部分，对吧？对啊，我们拿到3组骨头，太夸张了。三组。Problem with witches, useless。哦，我们有这个那个回复药水，回复药水也有那个中毒、虚弱和减慢，这到底是
这到底是那个好的药水还是坏的药水啊？因为他有回复又有中毒，有点矛盾呢。那你就去打僵尸吧。好啊，我就去打僵尸好了。然后哦，我听到好多骷髅头声音。哦哦，骷髅头。可以对僵尸造成伤害吗？不行，他要用 heal， 他用 instant heal。Die， 哎，然后呢？我们有一些书，所以也、来看一下吧。先来吃一些东西。所以这个是 special potion， 特殊的药水。Whisper 是应该是提醒之类的，还是说一些那个日志之类的 notes 是提醒 ？Vampires are weak, but they regenerate very quickly。吸血鬼，有吸血鬼。吸血鬼他们很粗的，可是他们那个回复血量非常快。当你在打一大堆的那个吸血鬼的时候，请记得那个建议一次打一个。OK。Oh my god， 好多好多怪哦，吓死！啊，啪啪啪啪啪，那该死的蜘蛛，那个蜘蛛网。Oh my god， 啊！我觉得那个吸血鬼可能会自称那个。吸血鬼猎人 ，OK， 太多了，太多只怪物了吧，吓死人了 ！Oh my god， 真的好多只怪物哦 ！Oh my g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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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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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方块可不可以挡住 ？Oh my god， 他们要进来了啦 ！Uh oh， 啊，都出来了吧？哇 ！Oh，shit，shit，shit， 哇，逃跑逃！啊，躲不了 ！Ouch。Ouch! What the fuck? What's this? 这地图太难了吧？我不公平哦！我的 hell! What the hell? 你是选择很高难度的，是不是？这看起来像是个很高难度的地图，要不然他为什么要虐自己啊？他要不然为什么前面要有一个 rage 呢 ？Rage 是要让你火大。Oh my god!All right, so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各位的观赏。真的假的？哦，我们死了一次 ，Jesus！ 啊！对啊，该死沙利。这也很危险的。好危险哦！每个留言的人都要吃我。Oh my god！ 蜥蜴肉是有多好吃啊？要，等下要探讨，要不再吃你，他在吃卡屁肉。卡皮肉又不好吃。我有一些方块，所以我可以去赌一些赌，我可以去把，我可以去赌门。讲赌门听起来不好好听。Creeper， 嘣，爆炸了！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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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我，别打我 ！No！ My God！ Oh my God！ 我又死了第二次了，这么快。这么快，我就给我个方块，让我把门堵起来 ，please。所以你这样，等一下回去那门的时候，你好多怪物，可不可以开和平啊？不行，我不可以破坏游戏规则。Oh my god， 好多怪物哦！天哪 ！All right， 哦，我有机会的，我有机会的。哦，里面有好多怪物，不妙啊！算了，我还是开和平好了。Fuck it， 你看我多夸张啊！那么多怪 ，Oh no！ 我还卡在那个里面。哇！哦哦哦！蜘蛛网不妙，蜘蛛网不妙，这蜘蛛网怎么挂？哦，大爆蜘蛛网，太狠了吧！哎，掉下去你是必死无疑耶！这怎么挂 ？Oh my god！ 哈，Come on， GG， 哦，这真是不公平。OK， 来这里，哦，太好了，哦，天哪，太狠了吧！现在我荧幕变得越来越粉红，越来越粉红的。你如果是娘炮的话，你就可以承担，就像我们的洗衣精一样。洗衣精为什么跟洗衣机有关？粉红。哦天啊，这里更多那个东西，你看我好多东西。哦天啊，吓死人了。我们有些石砖等等来的石砖呢、然后还有个床，我整个在白天睡，晚上睡觉，所以我不能够睡觉的样子。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什么。我先把我的剑给放好，我不知道哪个剑比较好、是这个木剑好还是石剑好、木剑有很多那个功能。不知道，我现在还没
看到你到门口。嗯。有延迟。然后这是什么钥匙？因为觉得延迟比 YouTube 还少。是哦。对啊。嗯，我不知道。因为觉得进展比 YouTube 还前面。因为那个我换伺服器，那个退取的伺服器，那个有新增台湾的选项，还不错。哦。对啊，所以有对啊，有台湾伺服器了。他以前都没有。对啊，以前没有，以前是最近是香港嘛，啊香港容易爆满啊，现在台湾有专门的啦。OK， 那么现在我们台湾的会不会过一阵子也很容易爆满？有可能，因为很多迫害。I try to escape, but then jumper。看子有人也是一样，差不多死在这里，可怜 RIP。OK。哦，你在跟我开玩笑，我要跳进这个蜘蛛网里面。Oh my god！ 你要不要？啊！堵起来呀！啊、这太狠了吧！我只是不想，我只不过想要出去而已、啊。哦，残忍哦。OK， 真是的。我要先准备我的火把跟食物一些东西，我想试试看这些药水到底有没有用，所以我看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做个稿子之类的啊？他好像没有规则说不可以做稿子，对，如果做稿子的话，我就可以直接挖开来，那会非常方便。应该是可以合成吧？对啊，欸，等等，我斧头啊，我在干嘛？干嘛徒手啊？哦，这些是不能合成的话，那好像有点惨。对，有点惨呢，OK， 我以为我都一直挖到半砖，那真的好玩的。作者真的是有够狠。OK， 然后呢，我们来做合成台跟木棒。欸，等等，我们也需要有木头。OK， 这样就有了。然后呢，我们放……欸，等等，我不是挖三个木头吗？怎么变成一个了？欸，哦，又是半砖。妈的！你一直挖半砖，那他们都把它合在一起啊！天哪，好坏哦！是，那是因为你刚刚把多余的半砖叠在那个地方，然后接下来你现在又去挖它。啊，我怎么知道嘛？真是的，我记性很差嘛！Jesus Christ！ 你不要叠在那边嘛！哇，天哪，外面好多怪。OK， 我丢这个回复又伤害的药水，我砸，没屁用啊！骗我！我砸，没屁用啊！我还担心他们好像正在回血。哦，僵尸来了，也许对僵尸有用。哟，应该是不会回血吧？回血太夸张了。没有，这是对我有用的，好吧？所以是我担心太多了。不过问题在于外面好开始有一堆怪了，他们会……哦，天哪，我就知道，这不妙。但是外面怪怎么杀的完好多？多夸张啊！好多，你看好多，天哪！哇 ，OK， 我到这天花板了，也许会有用。其实不要狙击就好。所以冷静点，冷静点，先想想可以做什么。我先把一些书丢掉，我没有在看书的，真是的。对啊，书看一遍就丢掉了，不要看了。我连看一遍都懒得看呢。我真的很想把床留下，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机会变晚上，希望可以。OK， 然后再叠一些方块。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会得到石砖，真奇怪。可是其实你也很难睡觉吧？到处都是怪物。嗯，我不知道。OK， 我到屋顶了，拜托不要从上面射下来，这样更惨。Alright， 我的目标地在哪里啊？这好混乱哦，我找不到我要找的地方。Oh my god， 多怪哦！你在跟我开玩笑？哦，还有 Enderman， 太棒了，太棒了！一堆蜘蛛网，哦天啊，这地图有够大的，真的好累个。OK， 我检查一下那个有没有问题，没有。累个会杀死人？不会，现在没有累个欸，反还好，还是在30 FPS。我知道没办法到60 FPS， 所以这次的直播很糟糕。下次如果我玩 OSU 的话，也许就可以60 FPS 了。阿塞。我实在是，你看下面这怪物啊！What the hell？ 卡屁的悲鸣，好可怕哦！我要怎么走啊？
我该沿着这条路吗？我觉得不会有好事，因为附近开始生好多怪。我想到那个房子，哦哦，有蜈蚣，哦，好多 Enderman 哦，Oh my God，shit everywhere，shit everywhere。是不是我应该搭天桥啊？好吗？好费时哦，天哪！我很想这么做，对啊，真的很想这么做，直接搭天桥。直接在上面走，只希望他们不要把我射下来就好。我可以这么做吗？我不知道以 CTN 来讲，这会不会违反规则，或者是违反它的乐趣性？因为这个 Rage Quit 就是要让你气到不行的样子。应该不会吧？因为这是很没人性哎！天啊，下面有多少怪呀？因为我之前玩 CTM 的时候也是常常挂就点。如果它没有特定一定要启用机关的话，那我通常那个岩浆河啊、岩浆海，我都直接用鹅卵石盖过去。好吧，那我要命运冲了，冲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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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哦，好快快！哦，还从那个地方飞出来，太夸张了！哎，那个，哈哈！哎，他们那个怪物啊，会从那个坟墓飞出来！Oh my god！用飞的。对啊，好可怕哦！这有那个重生砖，有重生砖，封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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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为什么会飞？哦，有弓哦，太棒了，有弓，有弓，太棒了！我最需要弓了，因为我要把敌人给打下来。很抱歉，那个直播可能会有点 lag，因为实在是地图真的太大了，看起来像是很多机关，还有很多的重生砖。所以，哎，也许关掉粒子效果会有点帮助。我把粒子效果全关掉。哦，有帮助好多哦，可以就比较顺一点了。重生砖里面那个，就是它不是会有怪物转来转去吗？对啊，那个有没有办法关掉啊？那个没办法，可是它能够把那个火焰关掉，就是它在转的时候会有火焰。只能用粒子效果把火焰关掉。对。啊，好吧。哎，我们到屋顶了，还有多少怪不跟着我们？我们来试试看功能。真的剩很多。哦，天啊，怪好可怕！他们直接从坟墓里面飞出来，他们是跳出来，对，他们真的是从坟墓里面跳出来，就很明显是那个有特殊改过。然后有这是吸血鬼吗？我们丢药水试试看，屁啊，没用啊，骗我！哦，我要走哪里的？这里好大哦，到哪里去？我应该到那个顶端吗？地图有够大的欸，然后我都不知道，除了我讲安安以外，还有人讲又，又嗨，在 Twitch 上面，对啊，我没看到，有啊，我都有看到，我都有在看到，所以如果有讲我坏话的话，自己自重啊。你看是到我？我到底该走下面走上面？哦，好多怪哦！天啊，太没人道了啦，太没人性了吧？我很想去捡那个箱子，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冲啊！哦，爸爸妈妈，拜托不要有东西飞出来。没有一个绿宝石，哦，我要死，我要死，我要死，哦，那别，那个，你刚为什么要叫妈妈？哦，奈是没有，你刚刚叫我，默默，我是讲旺旺，不是我，天哪，我拿好多东西哦，而且我不知道我跑到哪里去了，你干脆不要捡，I'm so sad。是我弓还有很多防具哦，想要。对啊，不能不捡。至少来路那个路上没有什么怪，OK。没什么怪了哦，他们飞出来了，他们用飞的。作弊，我应该是死在这里，OK。对啊，他们都有这些生怪砖呢。啊，还有怪呀！No！Plea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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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要去另外一端捡我的东西。火把，火把，火把，哦，都没办法放火把。哦，天，好多我的东西。OK，我的弓，我的剑，我的弓，我的剑。啊，放我的。哦，滚地爬。No！不要打我，不要打我，神走位。那，哈哈哈哈！哦，天哪！哦，哈哈哈哈！哦，太难了吧！没人性哎。哦，没人性哦。哦，它这里有个黑曜石砖，然后下面写着钻石工具。
我该不会浪费时间在这里打完？也许我真的可以拿到一些 OP 的钻石工具，还是或许是说他会给我那个那种莫名其妙纸条写着那个你被骗的，然后那个我看一下讯息好的。What did you say？ 哦，老妈晋级 ，OK， 好吧 ，You go，OK、okay. 。那等一下再回来啊。OK。老妈终于滚。老妈终于滚。等下他突然爬起来说：“今天去洗澡。欸”哎，不对，这不是你。我赶快去洗澡。OK， 赶紧去。好，拜拜。啊，拜拜。啊，等等，让我确认一下，因为我实在是不想浪费时间。Are you kidding me? Oh my god! OK， 还好没浪费时间在那个浪费在打这个东西，还给我钻石，还给我的钻石工具是那个，好吧，倒是还蛮明了的。那么我们来看，啊，我们得想办法去把这东西给要回来。我会先把游戏关到和平模式，因为真的太没人性了，太没人性，这我玩不下去。你可以看到它底下都有，哦，这有箱子，可是我也打不开。哦 ，OK， 我不应该那么作弊的。你可以看到它是有一堆生怪砖啊之类的，我根本就没办法玩嘛，你马上跳出来的。我的快去捡我的东西，你看这散落一地啊，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这地图怎么玩得下去？不过真的有人在玩啊。所以我相信他们可以，我也可以，只不过我得少作弊了。是的，所以，就从现在开始起如何？不过先把我东西都给捡光。我不认为我需要那么多骨头，所以我不会再捡骨头了。讲捡骨头听起来也好难听哦。留一组吧，也许真的我会拿来做什么。好的，那么我要来开普通模式，开普通我就一直在死了。所以，我们关起来。这应该有神怪砖，对啊，对，这莫名其妙神怪砖。哦，这里是设置重生点。哦 ，no！ 那设置重生点不会是把 creeper 给炸下来吧？等等，他到底有没有帮我设重生点啊？我很好奇。我们来做一个拉杆啊！我不能做拉杆，我完全没办法用，这里完全没有鹅卵石。哦，有。Oops。所以我们挖一下，我们做个拉杆就知道，说看他到底有没有什么机关是让我重生啊？他们是石砖，哦哟，苦地炮，休想，走开！对啊，这应该都石砖，应该没有卵石。Oh no， 上面应该是有重生砖，我想。结果老妈她自己去洗澡了。好吧，那么。上面是不是有重生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苦力怕？哦，真的有！给他假 bitch！ 哎，所以让我们把这个拆下来啊！哈哈哈 ！Oh my god！ 吓死人了！哦耶，有一个铁剑，有铁剑哦！拜托告诉我这铁剑是什么？哦，太棒了，有铁剑，看起来像不错的东西。好，还有那个铁链裤，让我穿起来凉凉的。画下凉凉的，哦，什么声音？不，走开！哦，是那个 vampire 是吸血鬼。哦，天啊！离我远点。剑感觉不错，它有 knockback 对不对？有。哦，上面好多怪哦。哦。上去，等等，我要先拿我的方块。在二号，哦，哎，掉下去了。哎，这里也有那个重生砖，我要把它砸掉。天啊，真麻烦，而且声音好吵。让我把 hostile creatures 关到一半，对，这样安静多了。然后我们来去上面，拜托上面不要。哦，上面果然有东西。OK， 吓死我了。哦，我们原本有梯子的，我们的确有梯子。OK， 我在想什么？所以我们这样子，我还需要一个方块让我上去干嘛？到为什么都会有书在我第一个那个栏位里面呢？就是我讨厌书啊。丢掉。
OK， 上面有什么？哦，上面我只看到好多怪。哦，好多怪，真的好多好多怪，我好多怪物，不公平，不公平。OK， 上面一定有重生箱之类的，我要赶快上去解决。Yes， 好像玩什么之塔，还是把塔给拆掉？这不是，这神拆之塔不是什么之塔，可以讲出来，因为这个有版权，不可以讲。但是。出工，可是我不知道神拆之塔原来是拆塔，我一直都不知道他是拆塔，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他只是打一堆怪物，然后打架 boss， 哎、欸，然后很爽，对、欸、对，他也没有多爽，老实说。哎、欸，这个木剑有加四，那个 attack 这个有加六 ，Tonic of a Fallen Warrior， 所以说你就拿到一堆很 OP 无法取舍的武器，对不对？没有，他们只是听起来很 OP 而已。哦，太可惜了。哦，掉我好多垃圾。然后实际上烂得像大便一样。对，烂得像大便一样。奇怪，怎么这样讲啊？好难听。真的啊。哦，实在是很想把书拿掉，可是我认为我会需要用到。我现在应该垃圾都清理的差不多了，我要先整顿一下。天哪。我的枯干，我的剑，我的食物啊。好多蚊子，真假的？太多蚊子了，你没听到我现在在抓痒？有啦，我是听到那个蜥蜴在吃蚊子的声音。这是 Creeper Bomb， 真的是，哦，它只是重生苦力怕，真是的。我以为它是马上爆炸之类的。我们还有我们的绿宝石，所以这是个好事情。重生苦力怕的话，其实应该可以直接丢掉了吧？对啊，我也想直接丢掉，不过。我不知道，也许有真的有它的用途。你干脆直接，你干脆直接站在高处，然后把他们全部重生完。不要，我不要这样浪费。天啊，下面好多怪物哦 ！No。OK， 至少我现在在高塔上，让我有机会来看说那个我现在应该是走哪里之类。只要我小心，不要掉下去就好。哎呀，下面多少怪物在重生啊？真不公平哎、欸。我最近没有在拍片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我刚会考完，然后呢，我的电脑也被重灌了，所以我需要一段时间来重顿一下。很多我的地图档都被意外重灌的时候清走了，所以对、啊、我还是想办法那个跟大家做个交代。所以，最近我比你更惨，我除了会第二十集的存档还在网络上面以外，其他全部乱掉。哎、欸，你还有存档啊？我没有存档。我只有 Let's Play， 而且还是第二十集的。哦，对，二十集，对，不是新的哦，我们都一样惨。所以其实我二十一集开始，然后做到22.5，全部都是在。好吧，拍肩。哎，我很想去那个树，可是我认为那个树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该赌吗？我不知道我多少方块可以用，还是说我把这个整个塔给拆掉好了？不要，我没有，他自己都没有鹅卵石啊，他们都是半砖或什么的，所以我没办法做那个石稿之类的。如果可以做石稿的话，那事情会变得很简单。但事实上，我物资就是那一个木稿而已，所以我木稿挂了的话，绝对就是完蛋了。很多人都在问这现在是在玩什么？这个是一个那个 CTM 地图啊，就是说它主要就是你要收集它指定你的足够羊毛，它游戏目的就是这样子。问题是它里面就是有很大量的一些怪物，困难，对，很大量的困难，很大量的困难。讲真搞的，我还可以的，真的。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非常讨厌的一个东西。好的，我要想办法去那里，因为我连下楼都不行。下楼的话就一堆怪物。僵尸怎么那么能追？我已经在五楼，我已经在85大楼了，他们还看得到我，他们还从底部看得到我。对啊，16个以外才可以躲避吧？哦 no！ 哎，等一下，还是说僵尸好像是64个哎、欸？哈哈，干穷追猛打，穷追猛打。因为我记得僵尸好像在 1.5 还是 1.6， 它那个寻路系统有更新，就是它会自动找正确的路，然后就去追杀你。哦、而且它血越少的时候，它打你会越痛，好像。哦，不妙。它就是被改的变得 OP 了，虽然还是。啊，我身上没有足够弓箭把他们全射完啊，这是问题。不过看着我也得下去啊。哦，这时候啊，希望有那个库工塔还在，因为这样子我就可以一直刷库工之类的，刷那个剑，
这样就可以把他们打掉。你刚刚不是都已经挖掉了吗？对啊，我刚刚把它拆掉，我拆的太快了，全部都挖掉，刷不了。No， 还是说这里是堵住的？这样子的话，也许我可以直接从这里逃走，不过看着不是。反正我就想办法躲开那些僵尸就对了。我很庆幸还没有多少蜘蛛，因为如果有蜘蛛的话就更刁难。我的确是有遇到一些蜘蛛，可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太大量的蜘蛛。蜘蛛的话，以那个距离应该看不到你吧 ？OK， 我听到哭工，可是你下去就不一定。OK， 快闪快闪，耶，这是我的机会的。OK， 快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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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这是为什么会变神鬼奇航？等下放这个音乐就是哦，我听到神怪传的声音。等等，神怪传不应该用听的。这是船，有船拿，为什么神怪传没有声音？我拿船，可是我没有机会去放，好多苦力怕。No， 哎，下神安安，那个所有在那个观众朋友们安安，好像好多人样子哦。哦，天啊，他们穷追不舍，穷追不舍哦，偷渡失败。看到后面好多怪，我想办法叠上去，有没有方法？应该哦，不对，我紧张的时候我就稍微发出一点怪声音，很抱歉。应该不是稍微啊，这算蛮中度了。希望这个树不要有陷阱。给我一点好的东西吧，或者是说给我一点祈求，给我一些什么好的字条，拜托。我只知道它被很多个蜘蛛网覆盖着，然后我不认为它会有东西。嗯，听起来很烂，听起来真的很烂。然后那些怪物不会真的游泳过来的吧？我只知道他们现在在游泳，可是他们好像真的也是游泳过来的。那就游快一点，让他们放弃。没关系，我放了船了，出发。所以这时候我搭船就有理由放那个《神鬼奇航》的音乐，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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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看起来枯萎的树上面有一个苦力怕生怪状，然后旁边有箱子，所以我真的很想去看一下。不过那种东西，可是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陷阱，可不可以把船停下来啊？OK， 我想办法去勾到那个箱子。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有两种可能，第一个就是旁边有很屌很屌很屌的，吓死我了！旁边就是苦力怕，吓死我！旁边真的是苦力怕，把他抓上来了，哦，两个苦力怕从身转，他直接出现在我旁边，吓死人了。OK， 有一些不错的东西，不错的那个弓箭。OK， 我希望这里是够亮的，因为我要来整顿一下。等我拿到一个金头盔吗 ？OK，OK。Okay, okay.不错 ，nice glider。OK， 我想这样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再去干嘛？去这里？应该这样就 OK 了。我要拿我的船了。哦天，我的船都在库里帕附近。库里帕走开！我只拿一个船，真的是个错误的选择。OK， 快闪！这有个瀑布哎。哦吼 ，Hello。My name is Pewdiepie。没有，我不是。开慢一点，开慢一点，不要爆掉，不要爆料。哦，好暗哦，我什么都看不到。然后，对，这水流没办法带我上去。好吧，我得想办法上去。这个岛也许可以让我上去，可是我唯一看到就是一大堆苦力怕生关砖，然后船可不可以停下来？哦，天啊，这船好 bug 哦。OK， 我从另外一边捞上去，因为另外一边还有箱子。然后船应该是，OK。那个船，走开！哦，有更多的船，你骗我！走开！更多的船，哦，不要打我屁股，我很可怜哦 ，no， leave me alone。OK， alright， 从旁边绕过去总可以了吧？希望这附近不要重生砖，我不认为这里会有。我们应该安全的，我们好像安全的，我们几乎是安全的。我们应该是安全的，对，我们应该是安全的。跳，到这里。哦，我觉得僵尸又在追我了，他们到哪里都看得到我，而且是可以从顶部直接追杀我。毕竟他们视野有。哦，走开，跳海吧。This is Sparta。
OK， 我好像来到某个地方了。哦，天啊，东哥 ，OK， 冲冲冲冲冲！给我冲出上面，冲出上面，冲上面！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拜托，拜托，是搞地方 ，OK， 我要把这里封印了。这给我多点的灵魂杀，封印！啊，哦，这是什么 ？Recipe， 威士忌。所以我们有合成台，然后一堆没屁用的东西。这里根本是个毫无意义的房间。哦天啊，我们到这个关头了，还是没有什么好地方可以走。天哪，不过我倒是想拿下这些那个地毯，因为呢地毯我可以直接放在灵魂沙上面，那么我就可以直接走更快。所以地毯应该会是个不错的逃生工具。哎，等等，我们也有鞋子可以换。哦，太棒了 ！Hello， 大家好，那个新观众 ，Hello， 天啊，现在到底有多少个人啊？我看一下，九个人还好啦 ，OK 啦。不过，哇哦，也蛮多人的。对啊，安，我跟你看的人数不一样，我看的是六个人。六个人是哦，哦，好吧，没差。可是看起来应该不止九个人或六个人吧？对啊，我就是不止，因为然后是九乘六吗？哦，好多怪物。哦，我要走哪里？喂，OK， 这里看起来不错，是一个新的通道哦 ，cozy。等等，我要先把这里堵起来。哦，四格门点了 ，OK， 堵住了。这里看起来好庞大，好巨大，是什么？The Nexus， 所以这看起来像是一个通道，然后呢，我应该是要有个防火药水之类的这个东西。要来负责解说一下。哎、欸，直接打字。直接打字什么？你要打什么字？啊，因为还是有人问这个是什么，刚来的没有听到我更早以前讲的话。Oh no， 这感觉好像是。不肯让我过的 ，Oh no！ 要怎么过呢？这应该不会让我过，我需要做什么防火药水？也就是我刚才把那本书丢到隔壁去。哦、oh, 天、啊，我干嘛那么做？我好笨哦！哦、oh, ，太衰了。等等，我有没有铲子、啊？我记得我有一把，可是我不知道丢哪里去了。嗯，至少我们现在地板上有更多红地毯。这些都用手徒手拆。对啊，就放红地毯在那个灵魂沙上面的话，我是可以走更快的，我就不用说那个一直被黏住，死在这里就真的悲剧了。废话，我来了多远了？太悲剧了。哎，真的，我们有这些那个这些石柱，它可以用，它应该是可以有方法直接绕过去吧。哦，它烧掉了 ，OK。我们再找另外两个，我看看可不可以直接这样堵住。不过真的很冒险。我好像真的要碰到岩浆才，不是不要碰到岩浆。我要先吃饱了，然后试试看可不可以碰到方块。哦，不，不行 ，OK， 吓死我了。不要死啊！哦，不可以死啊！我已经在这里多久了？会好伤心的，天啊，我会徒手，如果死的话，我会徒手来这里，那要多惨。OK， 好啦，我直接在这边打解说啦。OK， 哎、哦欸，我的红地毯呢？哎、欸，哦，在这里。OK， 我就是眼盲了。你刚刚把那个看成什么呢？哦，我以为它是我的工具之类的。哦，这样子我就可以快速的走边边。轻轻松松，轻轻松松。哦天、啊，火把用好快哦 ！What the hell？ 对、哦、火把用好快哦，这绝对不是什么好现象。OK， 真简单哦，我需要把这个重生塔给拆下来，因为这他感觉像是很 OP 的骷髅工，穿着装哎，天啊！好的，他说我要做防火药水。等一下，我要关麦了，我要去洗澡。OK， 拜拜。
好的，那么现在基地先暂时离开，那我们需要做防火药水，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红石 Magrine Cream 跟 Blaze Powder 还有 Slime Ball 这些从地狱里面出来的怪物，我们要先收集到。我们怎么可能收集得到啊？我们还要找瓶子，所以说哦天哪、啊、OK， 我要先把一些物资放在这里，因为我总觉得我也许会有机会来这里，就是赶快把我东西拿走之类的，所以我会放16个剑，然后呢也许一点食物吧，西瓜我要放在这里，因为西瓜没什么用，也许一些药水，对，这样应该就够了。 OK， 因为以免我会死在这里，然后我们需要找到烈焰那个烈焰神的样子，还有那个在地里面跳来跳去的那个龙岩史莱姆，然后我们还要找到水瓶。我记得哪里有，我记得好像一开始地图会有，可是我没拿走。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想办法去收集，所以这就是困难的地方来了。哪里有啊？哦，好多重生箱哦！拜托拆掉，太可怕了！那么多重生箱，我记得还有看到苦力怕重生箱，有蜘蛛哦，又要远征了。OK， 看看他们这僵尸多可怕、啊，追到我来这里，走开啦 ！OK。OK， 再想一想我们该怎么做。哪里会有龙岩史莱姆？我要沿路走回去好了。不，坏主意。直接跳海了。是。屁呀、啊！谁给我打十八禁哦？台名就是。大家都可以看着，只不过那些怪物太可怕了。你看他后面多少怪在追我啊！所以你不飙脏话才怪、欸，我脾气不好哎、欸。哦天啊，好多怪物、哦！我的火把在哪里啊？我要待在这里，然后换氧气。然后，拜托，我们走远一点。我也是很黑，那个这里很黑，我什么都看不到，所以。哦，我们需要换羊。这样 ，OK， 安安 ，Hello， 李芒果 ，OK，Hello，、okay, 大家好，那个新观众们或者是旧观众们，大家好，可以看到外面哦，多僵尸追着我，所以我认为这不管是任何一个那个这种顶端上面应该都有一些东西，或者是说我们要回去我们那个平地那里去收集。去收集也许那些东西吧，我想。不好笑。同时我们也要去看看可不可以搜刮更多箱子之类，因为我们很缺物资。这样红地毯真好用。对，我应该去收集更多地毯，因为地毯可以完全可以去取代方块之类的。OK。在这里就要非常的小心，因为这些坟墓都有可能会随机跑出来。太夸张了吧！这叫飞上来，作弊啊！好多怪！然后把这个苦力怕的给封起来。让我打掉 ，yes， 有了。OK， 那么这里安全吧？我想直接进去这个建筑物，可不可以 ？OK， 我应该可以。哦，好像不是什么好主意的样子哦，天哪！这里好暗哦！天哪，快吓死了 ！OK， 随便一个建筑物进去，然后封起来。破坏！哦，这绝对不妙，我没有火把了。哦，还有苦力怕神圣砖，关掉，打掉。不知道这箱子有什么好东西啊？哦 ，no！ 不要紧张，不要惊慌，这很正常。惊慌哦，天哪！快死了 ！No！No！
OK， 让我整顿一下我的面包嘞。啊，好的，那我好再重新想一遍。哎，等等，我这些药水可以用吧？嗯，什么东西不需要 ？OK， 这完全没有屁用。他给我那个，他给我毒性，所以这药水还是少用为佳。这个到底是什么 ？With a stone， 所以这应该是来阻挡那个怪物的。不过很遗憾，我应该是用不太到。哎，这个弓有 Power Two， 可是这个就 Power One， 所以这个弓会比较好一点。好吧，真幸运。认为上面也有更多的生怪箱。果然，下去，下楼。哦，他马上上来，他马上上来。现在怪物那么聪明，还会爬梯子哦。No！ 不乖。哦，天啊，这回没完没了，一只僵尸就代表 N 个僵尸，很肯定的。OK。抱歉的嘛，没办法，因为我不能够浪费火把，我没有火把了。我再浪费掉的话，我就要 GG 了。哦，拜托让我打掉那些生怪箱吧，你也让我打掉吧。Come on， 让我工作，走开！哎，等等，还有人在射我，谁啊？等等，在射我，谁在射我？哦，天啊，好多哦。OK， 这打掉了。在哪里 ？OK， 哦，他们这些，哦 ，No！ 哈哈，哦，我还没死 ，Oh no！ 哦，我们是在哪里？哦，我们这边，啊 ，fuck， 哎，啊，让我们再到那个楼顶看看我们死在哪里，也许那些经验球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OK， 所以。先不要惊慌，先不要失去战那个，所以我们应该把一些东西放在这里的才对。OK， 那我还有留一些东西。我们是到那棵树，真的不是那个。所以我们来到树以后呢，我们爬走，应该是爬在这里附近，我们应该是到那里面去了，还是不是？完全不知道。哦，也许是那个另外一边，所以我们要在这里重走一遍。好远哦！哦，我真的好失望，天哪！没办法，你打怎么不呻吟？这很没人性哎，这是个最没人性的地图了。哦，我的 JGA 都疼起来了。OK， 好多重生箱，所以我们赶快。说完，哦天啊，好多重生箱哦，他们都升不停哎。OK， 我们东西在这里面，我们要想办法进去，然后想办法拿出来。有的在这里，太棒了。OK， 应该情况还不算太糟，还不算太糟。我要想办法看到东西，因为我没有火把，所以这绝对是很难的。不要爆炸，也许爆炸好，懂。OK， 这样子我就可以拿到东西了吧？我需要有个十字镐，没有十字镐。酷的！哦，我有个银靴，太棒了。哦 ，no！ 走开！拜托走开！哦，需要拿到火把，还有其他工具之类的，我才可以继续下去。而我相信他们其中几个已经先把我拿走了，所以这更不妙啊！哪一个塔是被我拆过的，是被我占领过的？还是说这附近也许有什么箱子？我整个用冲的哦，有了我的东西 ，yes，OK，、okay， 有没有地方可以让我躲起来的？这里也许可以，只要顶住 ，no！ 啊！我快生气了。哇，好生气，真的 ！Oh my god！ 对，不要走这里。OK， 冷静，生气不能够解决任何事情。就像我老爸所教的，可是我老爸说的完全是狗屁，还是生气一下，你才能够解决所有事情啊？好吧，这句话也是狗屁，我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我只知道我应该讲些话，这样子你们才不会觉得听起来好无聊，我应该换一点气了。OK， 好多了。
赶快再冲回去！天、啊，我不知道死了多少次，我还有没有漏掉什么东西呀、啊？哦，哦，喂喂，这地图可以带来欢笑，可是实际上它给我哭泣。有没有楼梯可以让我爬上去二楼的 ？Come on， 有没有电梯？我只看到一堆苦力怕，拜托不要再炸了哦！哦，泥土不应该放那里，我应该放在拉卡。OK， 我死在哪里啊？天啊，我应该死在附近，怎么办？我没机会拿。哦，太多火，好棒，好多火把 ，Yes！ 哦 ，No！ 我拿了火把、欸，我拿了火把、欸，哎 ，Oh my God！OK，、okay、掉一些可以吧？冷静下来。还是说我可不可以开和平模式？不行，这样子算作弊。哦，躲怪，躲怪，神走位，神走位，神走位。哦，痛 ！Ouch！ OK， 我至少放一些火把总可以了吧 ？Are you happy now？ Are you happy？ Cause there's something that you say happy。哦，没有拿到的火把，我的火把在哪里？我火把应该在附近某个地方。哦，绝对是拿不到的，因为那么多的怪物，要死了。哎呀，我的东西已经不见了，天啊！so sad。不可以，我就是不可以开始作弊，我不能够违背我的信念，我不可能违背这个地图所给我的信念。这地图没有给我半点信念，我在想什么？我怎么好像一直在讲不同的话，好像说我有不同双重人格一样？不要再打我了！给你信念，给你信念。哎呦喂，你也太可怕了是吧？突然跑过来吓死！是你们洗澡洗那么快哦？我洗澡至少都要洗贵妇澡，所以大概都是。不要这样嘛！我是个帅气的冲澡，好不好？帅气的冲澡，太吵了吧？OK， 这里是个没有啊，其实没有帅气啊，看起来像鬼一样。你怎么跟有没有没有人这样表自己的吧？天哪、啊！哦，这里好多香草，好多东西、啊。我就是以表自己为名的啊，奇怪了。你太奇怪了吧 ？OK， 我就很奇怪。哦，我有哦，打你！哦，这家伙打我好痛哦。OK， 这剑应该不错了。OK， 我要赶快跑了，我不能够久留，不能待太久。我要先把所有塔都给拆掉。你怎么又惨了？我死了好多次啊！我已经所有东西，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我所有东西又不见了。OK， 趁怪物没有在楼上的时候，而且你有找到任何羊毛或者是？哦，有了，没有。可是那个我需要到那个下一关的话，我就需要那个有解锁物品了。我有那个 Megan Cream， 就是那个制作药水需要的东西了。OK， 这太重要了。不该来这里的。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让我走，而不会把我打下去的啊 ？No！ 这不妙，这不妙！啊！死！哇！死人！哇 ！What the fuck？No！ 哦，好惨！你要不要开你的画面给我看？这样我就可以直接跟上你的进度。没事啊，好吧，那哦，这样子网络会不会开爆了？我一次啊，网络会不会开爆？那就算了。等等，好吧，我试试看，我试试看那个直接给你分享给你。等等 ，Skype 怎么用啊？好久没用的、欸，天啊！那些按钮在哪里？哦，加，分享荧幕，分享视窗，开始，要吧、哦、？OK。你教会我了。哦，我教会你了。对啊。啊，我Skype 升。啊、哦，妹妹你又来，那个妹妹又来房间啊，我那个，房间，应该是啊。阿姨，伫遐你伫遮会算哦。袂使，有啥物袂使？啊，你讲你无闲，读册读袂了，啊，这样子你怎么发展？啊，可起可了啊，哈、啊，无、哎，啊，无、啊，哎呀，啊，无嘞，哎呀。啊？你看一直做，无那会改好算吧。无叫，毋是想安尼啦。我想安尼。哎，这做歹解释，这。啊，就从变尔，无那啊，你搁看我？我变。哦。我困了，晚安。哦，好啊，晚安。嗯，晚安。你就无用，你读册读袂了。
点点。闭嘴哦！真的需要想办法躲起来。哎，我有时候放陷阱。Oh my god！ 如果是放陷阱啊，我是要躲别那个躲怪物的，结果有时候我还真是挡到自己。这是因果轮回吗？啊，好吧，至少我有些东西回来了，没用的东西都回来了。对，还是会有用的。对，至少我还没失去我的那个Blaze Powder， 那不是我的妈妈，我知道很尴尬，因为我还是小生嘛，所以我没有自己的空间，我必须得跟我的家人共存。啊，你知道吗，各位？其实没差，因为我现在在躲怪物，所以拜托你不要一直打针，然后还要我试着我说话。你们这些重生香和这些怪物真的是没看到我在跟我妈啊不阿妈说话吗？你不觉得这很尴尬？你们还在那里射来射去 ？Oh my fucking god！ You son of piece of shit！ Bless me for 120 Jesus！ 我知道那是你阿妈。对，因为这年头会讲台语的，如果没有不是阿妈的话，那也只有一伯。讲的也太老了吧？哦天啊，没有光，我看不到半点东西，我不能再死啊！你至少找回你的苦力怕蛋。哦，要爸爸了 ，OK， 没关系啊，不用说 sorry 啊，这一点不是什么坏事情，这不是什么没礼貌，或者是说，哦天啊，吓死我，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拜托，这不是什么值得羞羞脸的事情，因为呢，就跟 gay 一样，那个这不是，怎么扯到 gay 去了？哇！哇哇哇哇！东西没有，没东西。OK， 我们还有哪里没有拆掉吗？真是，一直都有怪在打我，可是我不知道哪里还有重生箱没有。所以你现在的目的就是把附近怪那个重生箱全部。对，然后我要把好东西捡回来，我损失了好多火把哦，完全看不到半点屎，观众没有也看不到半点屎。那、啊、我为什么要讲屎呢？因为这附近都是屎啊！不要打我 ，shit everywhere。OK， 又有一个箱子了，哦，太棒了，有好多东西。有火把，哦，有火把 ，yes，yes， 哦，有东西要打我，拜托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请整个地方走起来。这不是什么好英雄。哈哈，那干嘛？哦，我现在来了，他们应该要来了，我听到他们声音靠近了，我好像要来了，要来了没啦？吼、哦！我刚把那个柱子看成僵尸，你知道吗？OK， 我们有一些。然后我想说，为什么他一直在那边不动？哦，有，我们有火把 ，yes。然后我们有这些 gunpowder， 我们要储存起来。哦，走开！不要在这里跟我一起 fap 好不好？我在 fap， 你不可以跟着我 fap。fap 是什么？请自行 Google。OK， 我们有火把 ，yes。Let there be light。所以呢，我们先来。看看分析战况吧。首先我们要先哦，我们的枯工呢？奇怪，我没有半点那个工哦，天哪，哦，真是啊。那你有工，你有见识，你没有工也没用。对啊，哦天啊，真尴尬，比阿妈来更尴尬。就是你刚刚死掉有没有五分钟啊？是吗？现在也超过五分钟，因为我一直在忙着在那里拆塔，浪费我太多时间了。我不知道到底是谁在射我的？怎么那么多人在射我？哦天啊 ，Vampire！ 啊、哦，不要打我，不要打我，我再冲的 ，OK。Oh no！ 是谁在打我？谁打我？那上面有一个人在打我，我要想办法上去。上面有骷髅。有，上面有骷髅，可是我没有足够的砖头。上去的样子，OK，I'm coming for。哦，No！ 我切换到剑啊，为什么一直给我 ？OK， 上面还有重生砖，果然。Jeez， 你最好是给我弓那个剑是什么弓？哦，这里有哦，还有啊，谁射我？没问题啊。Oh my god， 一三还有一三高啊！哎，这成语用的不错。哦，谁还在打我 ？What？OK。Okay。这里封印 ，OK， 有一个箱子，拜托跟我讲是，哎、啊，这箱子开过了，我，哦，没有弓，好难工作、哦，哎，但我没有弓，对啊，我没弓 ，OK， 这箱子有，点，哎，啊，叭，Leave me alone，
哦，拜托，我快死了，我不想再死了。为什么大家都说反应好像很大的样子？你不反应不大吗？这很夸张。这塔拆过了，所以呢，我们就让个灯点在那里吧。所以呢，我们三楼应该都检查完了，剩二楼。哦，哇！为什么大家每次都一直不死，然后最后面就摔死？卡比拍。你自己撞可能会有人拿一套手机铃声的感觉。为什么要来说？哦，他们又拿我的东西，那些僵尸哦，点啊，连我的面包也要抢，你们是多穷啊？又不是在玩刺客教条。Oh、my God！ 哦天哪，他们我被一个火焰箭给射到，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哇 ，Jalavita， 太。Build a kind of skill. Oh my god! 又是我脑袋里面什么脏话都可以骂出来的。丁老木嘞，不要把我射下海，我要上去。把我射下海干嘛 ？You son of a bitch！ 哎，我们第一关都过不了耶 ！Oh my god！要简单一点 ，CTN 地图先。不要我本来就在耍。我还记得我之前在巴哈上面看到一连串的那个史上最难的 CTN 地图。是这个吗？不是。哦。更恐怖的。啊，对啊，所以这个算简单啊。那我已经挑的够简单的了。不算简单吗？看不出来，不好意思。哦，米邦的身躯一直被打。健美先生，他都这么讲的。他说这个家伙是健美先生。哦，要被打了。哇。死吧，我是活不了了。不想再被折磨。对啊。看网射我。OK 连我都无。连我都无视天了。我不可以开，我不可以开和平啊，因为这样子我一个。哦天、啊，我真的好想开和平。我要忍住不开，忍住不哭。你已经开过，你刚刚不是有开过五秒？啊，那是在最开始啊，可是我已经游戏大概一个小时也十二分钟了，不太好吧？的确。Oh no！ 我要学习 Evil 的精神，就是什么样都不看。哦、oh, ，可是我他妈一直都在死啊！啊，好了，我开和平了，受不了了，不爽了。所以你可以看我开和平，那些僵尸手上拿的东西不就也会掉 ？Oh my god！哇！我都没想到。哦，不爽了，让我休息一分钟。哇，我刚刚应该早点讲的。为卡皮默哀一分钟，请各位趁这个时候去上一下厕所，喝一口水，让眼睛休息一下，做一下眼周运动，让眼睛左右转动约六次。上下转动再约六次，顺时针逆时针转动再各六次，然后没有了。嗯，眼睛保健操作完了吗？让眼睛休息一下。啊，去厕所伸个筋，那个真的有点帮助。我只是去那个厕所伸懒腰，我没有说我在里面上厕所。也许有，也许没有。你们可以我在你去厕所这段期间教了大家眼睛保健。啊？对，这什么？什么保健呢？啊？没有啊，眼睛左右转动六下，上下转动六下，下下转动各六下。哦，不错哎，有环保概念的哦 ，Great。哎、欸，不是环保概念，有健康概念哦！天哪，我现在脑袋好混乱哦！我也许在，我应该在厕，我再去厕所多找一次。OK， 拍谁？我去一下。
哦，我的东西。我哦，这样。骷髅头。哦，你看我这原本是要挡怪物的，可是他们都没挡到他们，他们可以进来，反而我还被堵在外面。哦，天哪。OK，我火把们又回来。有火把回来哦，该有的东西还是有回来。OK，那是我们主要过关的关键。Yes，哪里过啊？OK，我要以和平模式把自己所有箱子都翻过一遍，因为我他妈遗失好多东西哦。有生鱼，raw fish，生鱼听说很值钱啊，我可不可以跟自己的村民换呢？对啊，那梗还是用不完，对吧？可是可能都死了。哦，村民，村民，我在呼叫你。希望它可以跟那个普通地图那个有，普通那个地图里面不是都会有 NPC 村民，然后都会给他调到，就玩家没办法打死，这样真就不假会的？妨碍剧情进行。是哦，那么的好，有一些会这样啊，那么厉希望害，这张地图也会那么好。那么厉害。OK，我想我应该把这里所有东西都拆了。哎，这里是，哦，还有个铁剑。哦，有没有？可不可以给我一把弓啊？真是，我现在好需要一把弓哦。结果你现在没有弓箭，死一大堆。啊，对啊，那至少我有一半的火把。OK，好吧，总比没有好。那么我们应该要再开那个咯，普通。对啊，因为你们现在开始在讲无聊了，对啊，所以还是开个怪物那个听着我叫吧。OK。那个，请听我娓娓道来。我们在上一集了，不是上一集，在前一分钟。哦，天啊，僵尸又在生的太夸张了。OK，我要想办法去找到另外一个能够让我找到那个史莱姆球，还有那个格达之类的，这样我就可以去找药水。然后，哦，可能需要这些木炭，因为。我可以回去再拿木头，这样我所以就你可以药水住。还要自己酿，他不会给你哦。对，他不会给我啊。然后我要酿了以后呢，我就可以去穿过那个门，也许我就可以到下一关的剧情了。也许他应该是这么写的。哦，天，不妙不妙。OK，可是你不是要先找羊毛，才有办法到下一关。没有啊，他就是要到下一关的时候要先那个有下一关的钥匙。还没有说目标，他是说目标是羊毛，可是要到下一个能够找到羊毛的地方，应该是要哦，Enderman，我没有说要 Enderman，没有这回事。哦，所以说羊毛是过关必要啊。如果是要前往下一个可以拿到羊毛的地点，就需要那一关特别钥匙。不是，反正现在我们要到下一个地点，好像就是需要那个东西就对了。可是问题是他们在哪里？OK，我拿下那个塔了。食人鱼本来就很值钱，我是说鱼，我没有说食人鱼。不过食人鱼的话应该也不错，Yeah，Minecraft 应该要加个食人鱼。哎，真的有啊，就是那个 Guardian 啊，Guardian 就 Guardian，Guardian 就是食人鱼的啊，对啊，那他算食人鱼吗？至少他会打人啊，也可以算吧。OK，那么我们回到我们这里，因为这里是我们放那个我们来放我们哦，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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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哦天哪，打我好快哦，跟黑人一样。这样没有，这样好像那个种族歧视，不要这样讲了，我怕这个影片会那个又被拉下来。OK，我们先把我们重要东西放回去。哒哒哒哒，哦，我们把我们的那个 emerald 给弄丢了，就是 emerald 是绿宝石。对不起。你最好是感到对不起。哎，我们有 potato，why are you here？也许我们可以拿来种植，我不知道，先放这吧。那么我们还缺什么？我认为那个骷髅工又跑进来。我们有铁剑，这个铁剑不错。然后食物就先放这样子，垃圾丢书柜上面收藏。我们就先皮革拍谁？你传染给我的，Jesus 居然可以这样传染！Christ，隔空传染太可怕透了。过 Skype 传染，透过一部传染，透过极力那个绵这妙声音传染。这是我新能力吗？还嗯，是说你有一个被感染的新能力，太超可容易被感染？太可怕了啦！一个得了伊波拉病毒，在你的对面，就你就得伊波拉嘞，太神啦！超神！太神啦！我们有这夸些张。附近，我要把一个铁剑放在这里，以免以防万一。然后 smites，对啊，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OK，等一下，整顿一下。那我药水是用烈焰粉吗？
对啊，对啊，是用淀粉没错。诶，等等，他说有这个，不是吧？淀粉呃，还要加那个史史莱姆姆球哦，我们还要找史莱姆球，还要找那因为我个稍尴尬微药水。就是去 MicroWiki 复习一下药水酿造方法，嗯，然后用那个熔岩史莱姆会掉的那种球。哦，so nice。不过我们要找，好吧，我们还要再找两个东西。我们要找，诶，有弓在那个箱子里面哦。Yes，还好我有备用哦，弓。你有弓啊！哦，哈利路亚，你终于有弓了。哎呀，还有口水，好渴。笑屁啊！没有权利唱歌嘛。OK，我还要把生鱼放回去，因为生鱼太值钱，我只要吃苹果就好了。我这种贱人，我只要吃那个苹果就够了。跟你讲，自己贱人也太坏了吧？OK，那一个小王八好像还在外面逗留。Where are you, little bitch？啊，跑走了。诶，还有人吗？哦，他们都跑走了。OK。对啊，因为我来到另外一边，就是这个的话，我好像下一关是在这里的，我认为，所以让我们进去看一下。哦，他说这里那个 swim up the lava，所以呢，我需要游上去啊，the nexus 啊。可是问题是，我没办法通过啊，因为我是等必一下，死的。那如果你要回来，不就还要再做一次抗火药水？对啊，啊，那里有那个酿造台啊，所以应该不是问题。OK，哦，有一个巫婆哎，天哪吓死！，son of a bitch，哦，好多怪哦，OK，冲冲冲冲冲，哎，我们的船还在那里，哦，天哪，来这里真不妙，哦，被打了，我又被打了，而且海在底还有灵魂沙。海底还可以被你们打哦，实在是，给我我觉轰！得抗火药水很过分，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制作。啊！他只有先把那个普通的水瓶，然后用那个地狱那个叫什么地狱油，是不是？好血好血，放放放放！哦，好像。他等先用地狱油做成初制药水，之后再用那个熔岩史莱姆球。嗯，哎，奇怪，这蜘蛛怎样啊？它怎么爬到水上啊？The hell！哦，因为它们爬在水上的那个声音，还是那个在，好像在走在地板上的声音一样。OK，我们拿下了那个地方了，还有哪里没拿下？好像是在一个塔，那个塔，哎，但那个塔是我们一般那个我们来过的，所以我们要到，哦，复杂哦，天啊，数学真复杂，但这跟数学有什么关系？我一直觉得浮在水面上蜘蛛好像水母。走开！哦，boom！Bang bang explosion！Oh yeah！Son of a bitch！From 就是山体 blast it！我在讲什么东西啊？哦，神怪砖。怪砖，OK，这个塔被我们占领了，哒哒哒哒哒哒，整，整烂这了，塔什么毛都没有，什么毛都没有，这叫苦哦，力只有怕，一堆苦力怕。好可怕哦！天啊，你们在里面泡三温暖，OK，ladies，我不会吵你们的，很抱歉，你们继续吧。还有哪里没有过？那个看起来有意思，我们过去吧。OK，冲吧，哒哒哒，啊，好，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紧张刺激？气氛音乐可以推荐给我，要不然我只记得升个旗行啊。哎 哦，对哦，巫婆会掉酿造物，可是很难打。Oh my god，在跟我开玩笑？哎呦，为什么会有 gas？为什么 gas？天啊，这太扯了！太扯了啦！太扯了啦！他啊，第不一要关就再开打不我了，不要再打我了。他真的有下一关这种东西吗？我不相信。他下哦一关太天恶心了。啊，这一关就太过分了，太过分了，这难度太过分了吧？那你可以，你要连载日记。也许今天玩完就到此结束了，太夸张不了吧？想玩了。我不想玩了，这好过分哦！哦天啊，我都怪，我都怪，我都怪，火把，火把，火把！天啊，哇哇哇哇！Oh my god! Oh my god! 给你买嘎一个嘎！Headshot,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ultra automation. 哦天那个哦那个 gas 的天哪，我真的是想他妈给他射下！Oh my fucking god! 啊啊啊！
不行，你打女巫对你现在进行的事情没有用。对啊，你只有在他喝抗火药水的时候杀死他，他才你才有办法拿到抗火药水，不然他剩下会掉的东西都跟抗火无关。Bitch. Oh no. Oh no. 有捆绑。哦天哪，好多！拿到木头，这不是什么好成就。哦，赶快爬上水就对了，赶快爬上水就对了。那个 gas 在那里，我被我杀死。Oh my go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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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可思议！哦天，好夸张哦！下水。哦天啊，暂停哦！天啊，有够吵的，我不是已经把音量关到一半了吗？还要再调到25 ，OK。Oh my god！ 明天不用上课那么好。哎，对了，明天礼拜日当然不用上课。啊，你不是明天？哈哈哈哈哈！明天怪怪的。怪怪的，小小。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五二乐，这个有版权的，不可以讲。嗯。还记得我们之前在四不去的时候？哦，对。Found memories。夏秋冬。哦天啊 ！Gas 在哪里呀？在哪里呀？在那里啊！哦天啊！那一群白花木后面。哦，太夸张了啦！这什么鬼啊？而且还是好吵，天哪！太多那个人。哦，我被困住了，我被困住了。我知道。OK， 想办法躲过好了。好暗哦，天哪 ！OK， 躲在这里是安全的吗？哦，不安全。我需要至少有个光，所以我想办法进去这里了。Come on， OK， 还是不够。哎，等等，我可以将关起来。Yes， OK， 至少能够让我有时间想一下我该怎么做。我有两个，哎，我可以做更多火把。Yes， 等等，我不能够，不能够一次用太多。对，一次用太多的话，我怕。我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哎，等等，我做那么多回宝也没有用，我也是有一堆啊。OK， 要不我们就往上挖吧。Come on 啊！深夜台吗？也许 ，maybe not。深夜台的话，我看到更早以前的留言一大堆那个 HR 十八禁，哇！你们那个时候在聊什么？啊？有吗？我吗？有啊，我有一个十八禁，有一个 H， 有一个黑黑脸，还有一个十八禁。哦哦，你说留言了，我以为说我又有做那种事情了，真是的。哎，这样子好吵，天哪 ！Oh my god， 只要48，变成以前 Sky Butter Edition 的卡片。一直在叫。哦，拜托不要再跟我提到那个恐怖回忆了。现在每个人都在拿那个影片来献我的丑哦。不要把我的火把一直打掉了，真的是会被你气死。我觉得那影片还好啊。哪有？就那时候声音好像小屁孩一样，真的像个 asshole， 是个 a-hole， 好吗？你不要学我表自己。这不是表啊，这真的很屁。Oh my god！ 大家说说水啊，这里是哪里啊？画面的哪里？哎，哦哦哦哦哦哦哦 ，OK，Sorry， 打扰到你们了。Oh, Sky Part Edition， 我忽然就是我今天有在订阅内容里面看到那个 Deluxe 为什么会接上那个什么冰雪奇缘里面那个叫什么我忘了，他的身体是啊、哦，有点恶心。对，他的头接上，听起来是超恶心的。真的、啊，你等一下要看看吗 ？OK， maybe， 我看看这上面，不要又是水。我说不要有水，你还给我水，你是怎样造反的、啊、哈？其实我这样讲也没有用，你也不会听啊。我在跟谁讲啊？真是的，怎么到处都是水？跟大自然讲。哦，这个顶端 OK， 所以我需要想办法。是，这个是最烂的方法，这是直接到顶端最烂的方法。只有水。可是非常可行。OK， 我接下来要到他的另外一边。安，他的初中诶机智哦，好煞气的那个 ID。OK， 放 OK， 这样应该是 OK 的。我听到 Creeper 声音，哦，
给读起来，所以这是中间，只要我把四周围给读起来，我就有机会去拿到箱子，然后就成为神魔之王。没有，没这回事。神魔之王。OK， 哎，躲住，躲住，躲住 ，Yes， 那我们上去吧，胜利就在眼前了。哒哒哒哒哒，不要再发这个音乐了。Yes，Yes。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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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而且我要关灯这样子我才看得到。哦天啊，关灯还是一样好亮，因为我现在在视窗化模式，代表说其他东西也会跟着亮起来。对啊，好烂哦。OK， 我要想办法离开这个里了。我要从水底逃出来，这是最烂的方法。哎，这是什么？哦哦，有意思。哦，没有意思。哦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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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哦，不不不，拜托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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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Holy fucking shit！ 现在下面在演加州大地震，天啊，一直嘣嘣嘣嘣嘣，太可怕了！我还没看呢，应该是。这样讲也不太对哦。Oh my god！ 让我想想。来这里 ，OK， 他们哦，拜托离我远一点吧，哦，拜托离我远一点，我不是有意要打扰你们的 ，I'm so sorry， 哦天哪、啊，太可怕了，这，哦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没人跟我讲说我的氧气快没了，天啊，哦天哪、啊，好可怕，哦你这个小王八，哦天哪、啊，我怎么躲过他们？他们到处都是啊 ，shit everywhere。哦、no， 没有方法可以躲哎。除了在水下这样慢慢游以外，我实在是没有其他方法可以不躲过他们。OK， 敲在那里，敲在那里，我只要能够想办法逃离这里，然后希望他们不要跟踪我。哦，绝对不会，他们一定会跟踪我。不要把我打到死，拜托 ，I please you， 真的，英文不是这样讲的哦。OK， 苹果，苹果，鹏哥，鹏哥，让我吃个鹏哥。没有 ，OK， 啊，赶快躲！啊、制胜的关键就是要不断移动，相信我这招准有用。如果没用的话，等一下我就直接关台了。等等，这样是在那个吧，帮助我吧，还是比较好的。OK， 我要直接探头一下。哦，哦，好酷、哦，破土了。OK， 那里一定还有东西，太棒了，这给我一个提示。OK， 他们那些臭婊子应该不再过来了。哦，我错了，应该还是会过来，因为他们还是看得到我。哦，粉丝直接打卡屁，哈哈哈！哎，粉丝直接打卡屁，这也太痛了，这太痛了吧，太狠了吧，哎、欸，这太过分，太过分了、哦，疯狂粉丝啊，太疯狂了。卡屁我粘签名，卡屁我粘内裤，为什么要我的胖子？真是的。疯狂粉丝常常都会要一些，那个要阿神的胖子身上的东西啊，比如说身上面第二个纽扣子，是我上第二个身上的东西，这讲真的是有够恶心的。哦天哪、啊！天哪、啊，反正没有人会要我的。啊，你又不是人，真是的，你把自己讲得太开了哦。No，this is bad。OK，、啊、这人类的事情跟我无关了。OK， 我们拿到了，我们拿到尴尬药水。那么我们应该是还可以。我们把荧光粉可以拿来做药水的什么？荧光粉 ？EOE 追打卡屁，太狠了啦 ！EOE 追打卡屁。对啊，那个可以来干嘛？荧光粉就是把效果加强、啊。OK。不过加强和时间那个没办法，那个同时使用嘛。Basia 有教过我们，就是那个新手动画里面有跟我们教过，所以他选择使用普通，而我们也应该这么照做才对。Basia 逻辑，天啊，这时候用的淋漓尽致哦。不过应该不是现在，有好多苦力怕哦，跳水。Yes, I'm so smart. Yeah, 360 bitches.
哦，天啊，还有哭工在追我呢？什么年代了，还在哭工追人？还有小僵尸。OK，我们还有哪里要去拆塔啊？我们只剩下一个材料而已。Come on，还有哪里啊？你刚刚那个是想要加强什么药水啊？那个防那个延长火，那个什么抗抗火？火？对，抗火，抗火，应该是没有用，应该是没屁用了，所以没差。抗火没有二级啊，所以你只能用红石。对啊，好吧，所以呢，我们那个地方拆了，这个地方也拆了，这是我来的地方。那哪里还有史莱姆球啊？蜘蛛，你走开！好像水敏。谁 要水明天的、啊、真可惜。生天命啊，我动们物哪里感，还没有弄呢、啊？我好困惑、可能是没有翻到箱子里面吧。哦。我真的觉得是，可是那个塔是最明显的，理论上它应该要有啊，这里有的，那里有的，所以应该是回去的路上，我们应该是来这个路上，理论上应该会。应该还是有东西我们没拿到，所以让我们去看看吧，shall we？我们先把这 creeper 给下，这重生塔给拆掉。那每次都有 creeper 在这里，对，这里一堆。我刚才按到 Q 哎，好像把我一个火把给拆了，真是的，那个给丢了。我要火把啊，算了，哎，又拿到，yes，丢掉，找到。找到了，lucky。我认为附近还有更多重生箱，有吧？应该没关有。系，你赶快找到史莱姆球，哦，对对对对，我应该找什么？啊，好多怪啊！不妙啊！不妙啊！不妙。OK，好吧，晚点再找。让我们想办法，先以别种方法绕上去。我很多土，也许可地以。盾，Oh my god！这么远你还可以射，天哪！你去演那个海灵顿好不好？嘿嘿嘿嘿嘿。是，你我都聊的。神木加烈焰粉，这地图很有很多追卡屁追粉丝的故事，哦，好可怕哦！这对我来讲根本就是个鬼故事，不适合在睡前听哦。哦，天哪，我来这里干嘛？天哪！卡屁追法卡。哎，重生塔拆掉。我记得那里有很多重生塔，也拆掉吧。我猜，OK，还有一些那个煤炭，也许我可以偷挖一些。哦，不要偷挖，OK，我不偷挖你的，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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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orry。所以原来他们是奉命来守护那些煤炭的。对啊，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可以来做火把，所以那个非常有价钱啊。火把是生物。对啊，火把，真的火把在这里根本是个生物。我先把飞机先照电好了，我真的很怀疑。会有一些隐藏的哦，那些重生塔更不能够碰，因为他们会飞出来，然后一些 OP 的那个口供就跑出来。用飞的，对啊，你没看到吗？真是的。我刚刚没有啊，因为刚刚他你说他们飞出来的时候，哎，我为什么都讲我蛮是箭震惊。靶？好坏哦，你们。啊，我射！哦，天啊，那个要穿装的加成10倍，有够难打。哦，死了，这么快？OK，难以想象。攻击箭靶。赶快闪，趁这时候空档，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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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哦，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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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噔噔噔噔噔，哦，肚子饿了吧？都要。哦，现在不是吃食物的时间对吧？可是我真的很需要回血，我要死，悄悄的，我现在在很冷静的讲话，我知道我快要发飙了。卡屁追打卡屁追打卡屁追打引诱引。靠呀！Oh no! Oh 哇 no! Oh 哇 no! Oh 不 no! 要冷静，冷静，冷静。OK，讲些事情让我专心。等等，讲这样子会让我更放心，分心，放心，分心。Oh my god! OK，我的塔，我的塔，我的塔。This is my tower. You son of a bitch! You motherfucker! OK，哦，终于有时间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哦天啊，我只带西瓜来。Oh my god! What I'm thinking? 粉丝生快餐被卡利瓦掉，哦，粉丝生快餐，所以这样子我就没粉丝了嘛。哎 我应该把 YouTube 的留言弄在荧幕上面，因为那个 Hitbox 根本就没什么人呢。对啊然后 Twitch 也没有什么呢。Twitch，哎，真的，哦，你们都不看我的我刚 Twitch，也离开了，刚也离开了，你好坏不是因为我电脑会 lag。哦，借口，没有了。哎，哎，所以。
好吧，我试试看加那个 YouTube 的画面，让我看看像这样子。然后我们放另外一边，然后丢在这里，因为 YouTube 感觉就是比较热闹一点，对吧？然后用这个关掉，OK，变变，好棒棒，OK，继续游戏。Alright，我们上一集讲到哪里了？等等，还没有上一集啊，真是的。精华这就会是有第一上一集啊，集，这是第有没有一下一集。集还不知道。下一集的话就算了吧，这好难呐、啊。这对我来讲根本就是个噩梦，这个粉丝最大卡屁。我只剩下西瓜可以吃，这真的是史上最大的污点了。我们还有哪里没有经过？我只认为这个教堂有东西，可是看到那么多怪物，我实在是。有吗？没有射中哦！我现在浪费我的箭，我知道。哎，知道我现在荧幕问题是我根本没办法看清楚太黑的地方，哦，太粉了。该换。对啊，该换了，荧幕也要换，电脑也要换，啊，破对费啊，啦。荧幕家里刚好有搬来，哦，是哦，那这样子你还不用新就的配啊？就配合这台新主机啊，有一个新的键盘新的主机，键盘不哦。需要换的。对啊，键盘是老用最好啊！天啊，下面要开始积一堆怪了，不要跳下去，也不要跳下去，怎么？我想搭桥过去，也许刚好够高，maybe just maybe。呀，我要搭桥，所以呢，roll the boss，哎，那不应该唱这首歌。你真的是很不是我真的没办法控制我自己打嗝。臭西。卡比不接受粉丝的爱，冷痛不爱。哎，真的，我火把用那么快哦！天啊，还好我有那个，还好我有那个煤炭跟那些。对啊，你看这个东西就是那么刚好，那么紧急。卡比不接受粉丝的爱。哎，那个什么，感觉不再爱了。哦天啊，有酷狗，不要！在哪里啊？谁是我啊？哦天哪，你在屋顶直接哦！在屋顶，哇，毫无遮掩，太神了！好哎、欸，险一直没有射到太瞎了吧！太瞎了吧！他可以射到我，射不到他，那个。瞎哎、欸。OK，我希望不要再有更多瞎人了。哇，那个卡比一个粉丝。Spider-Man 就是因为那个嘛，被那个蜘蛛咬到就变那个 Spider-Man 嘛。那么，如果被瞎子咬到呢，就变瞎人了。那如果想要被蜘蛛咬，可是蜘蛛不咬你，所以你自己去咬蜘蛛就哦可以哦哦哦，这被样跟直 Spider。接进去大楼没有差别。No no，哦哦是，没有。哦哦，当，无所谓啊，太多了，太多了。那不行啊，跟没关哦系，是。跟骷髅零距离的话就没事啊。啊，可是问题是我跟他邻居，他还是一样，好吧，先过来太啊。多骷髅。哦，天哪、啊。OK，所以呢有一个 Enderman，Enderman 好手，OK。好吧，那么我想到这个地下室，我不太确定有什么东西，我需要赶快回去。哇，走开，我要死了，我要死在这里了。No，我在自找死路啊。拜托，让我地方放个火把之类的吧。太恐怖了，太恐哦哦怖了，这太……，Go away, go away, 哦哦，no no no, you go away, no no and no today, you son of a bitch。这个画面太过分了，不敢看。我整个人都斯巴达起来了。My fucking god！还好我们那个死的地方不远，哎，等等，我们可以直接跳那个桥啊，对啊，我们桥就在那个屋顶。真奇怪，我干嘛设在屋顶？会捡精华吗？你们要帮我捡吗？因为，我还要剪我的 Let's Play，你这是在那个吧，敷不衍是点。因为我要全程字幕，而且30几分钟哎，拜托。拜托，bitch please。我从哪里下去比较好啊？哪里下去比较不会生血？啊，好像到哪里都会惹僵尸麻烦，还会惹 Enderman 麻烦。哦，太多苦力怕了吧？我就
没有方法吗？我的东西又要不见了呢、啊！玩这个玩这个 C 是叫什么 CTB 地图？就是千万不要带最好的武器上场，永远都要留最烂的，因为你知道你下秒绝对又死。对，我卡屁乱了，我真的是乱了，感觉不在爱了。哦，需要有个水啊，水桶之类的，可是我找不到铁吧？我不认为会有那种东西。那直接往下吗？这个好像直接直通到往下。嗯。我在想用 Game Over 4玩这张地图会怎么？Game Over 4你就逛逛啊。我认为顶部有个重生箱，要不然我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苦力怕？因为跟 Morpho 连一只蝙蝠都可能会把你干掉啊！重生箱打掉，打掉哦 ，Yes， 打掉了 ，Yes， 打掉了，有打掉，有 ，Yes， 有有，你身上也没有什么，有 Son of Bitch， OK， 我要先开 Peace 吧，然后先重新进入一下，我就好累个，累个到一个不行 ，OK， 感觉没有好很多，这样应该是小作弊，没办法，太夸张了。真的是没，就可不可以每一次就开一小小个 peaceful 让怪物都走开？你看，我就算离开之再回来，还是有一堆怪啊，有什么屁用 ？OK， 我们直接到这里屋顶，然后呢，再回到我们地下室。Oh my god， 我要死了 ！Oh my god， 底下好多神怪砖哦，把它打掉，把它打掉，把它打掉 ！No！我不应该走到更里面，这样走死得更快。我在干嘛？头脑，你的东西喷到更里面了。头脑，头脑，你要发挥作用，不要用我的心，我的心绝对不可靠。我的心不会听话。Oh my god！ 为什么我的心什么时候在操控我的那个游戏，在操控我的手脚？对，我的手脚卡到音了一样。等等。这样讲不太好吧？现在深夜。可是我是反过来，我头脑，我头脑不听话。因为你是蜥蜴啊。然后永远都是头脑在控制。好，因为你是蜥蜴啊。至少你有头哎、欸！天啊，难得那个蜥蜴有。难得蜥蜴有头哎、欸、！Oh my god！ 哦天啊，东西掉得好里面，而且哦天哪、啊，哦天哪、啊，拜托不要动。你就知道我之前还有那个永远不怕僵尸。Oh my god！ 太多了啦，僵尸都拿我的东西啊！哦，我要过了，我怎么用呢？哦，打完那些怪我，这我不作弊不行呢，怎么办？我很想作弊呢。I really really want to cheat。Cheat on you！ 啊，对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谢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一个实况再见，拜拜。对了，没有。哦，天啊！哇！消沉了。消沉了啊！不，从背后偷袭我 ！Oh my god！ 几年代了还在来这一招？用念力，看我用念力，你看，然后我用念力，他们就你就把怪吸过来了。用念力把怪吸过来。我不认为我的东西有救。没关系，你死的次数还好啊，你才死二十次。20次哎、欸，还不断的在增加吼，这是个好事情对吧？我现在二十次真的算很少。屁嘞，屁嘞！哦天啊，为什么不能动？为什么？哦、我要死啊！怒摔！我摔什么、啊？我怎么拿我的东西不作弊去拿我的东西？我没有剑，我没有任何武器耶。啊！就为了那该死的史莱姆球，我遗失我的。你最好快说对不起。对不起。怪蜥蜴。哦，怪物不见了。
Yes 啊，不过我的东西也不见了。OK，我再进去跟里面，我不管了，我直接冲了。哦，箱子有箱子。OK，封印结束，封印结束那个怪物箱的封印。哦天哪，好多怪哦，有没有枯工？Yes 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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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直接从坟墓爬出来，你也太夸张了吧！在坟墓封起来了，还真是在演电影哦！天哪！噔噔噔噔噔噔！哦，蜘蛛 ！Holy shit！ 为什么蜘蛛还会被自己的网粘到？哦天哪！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太多怪了吧！这从哪跑出来的？你要不要赶快？哦，打掉 ，yes， 打掉了，有，我打掉了。噔噔噔噔噔噔噔，是，headshot。OK， 哦天哪，好多神怪砖呢，我先赶快先把他们给打掉，趁我现在。好不容易占据这里了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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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那个拿铁那个拿铲子好像很厉害，看起来就有两把刷子。对啊，如果他拿两把刷子的话，就真的很搞笑了。哎，他还真的给我掉铲子，天啊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好的，我们有裤子，我们有衣服 ，OK， 先穿下去。我请我包比就是安内，哎 ，so nice， 哎 ，Alright， 请跟我讲这个箱子里面有。史莱姆球，不然我跟你讲，我直接在这里暴怒给你看。哦，这蜘蛛真的是快死了。OK， 我只剩两把剑了，拜托。What the fuck！ 不要暂时史莱姆出来了。我还没有武器，太衰了，我连武器都没有，我没办法去打僵尸。要铁剑啊！哎，我铁剑好吧，总之我有我的铁剑。OK， 往好处想，我还有我的铁剑。崩溃了。我还有我的铁剑，就是哎，夜视药水。夜视药水也许有用，还有。OK， 我现在是真的是非常消沉，我真的跟你讲，我非常消沉的。所以让我们轻轻松松慢慢来，轻轻松松慢慢的，他妈的，我的 fuck， 哇 fuck， 我应该先打这个还是先拆塔？先拆塔好了，拆我拆，然后我闪。哦，被困在这里耶！这到底是什么鬼？好讽刺哦。OK， 我有更多剑了。不过这不是什么好现象。我没有木头。还说其实在其他箱子。更多的拆掉。也许哦，也许哦，所以我们不应该放弃任何的希望。我们要吃欢感谢，而不是一直在拆更多的服从生存。就那一只。快欺诈！等等，我先整顿一下，把我的。天啊，我没有木头。对啊，Oh no！ 什么叫我开心到几点啊？真是的，开心到12点了哈！换到100点，你妈最正点，好不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Hello！ 哦，又是这个。没有火把。没有火把，没有呼吸，没有心跳，快打119。哦，僵尸！到最后我的剑也会用完，不，我的铁剑也会用完。
里面一定有重生箱哦，看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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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里面更惨哦 ，shit。OK， 我不应该走到里面，也许走这里好了，这里比较空广一点，比较更多希望吧 ，I guess 啊。啊！哦，十八的，哦，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有没有能够放快？这样没有帮助多少，他们会往这里来，对吧？哦 ，I'm so fucked！ 哦，他们从地，哇！第一次看卡皮实况，可是卡皮玩的这么让人崩溃的地图。It's okay。 哦天啊，连我的重生点都有怪了，天啊。I'll be damn motherfucking god damn sick of Jesus Christ, what the fuck is wrong with you? Holy mother fuck。 还有那个重生暴怒。Oh my god, oh my god, 还好死的地方不远，不过有好多僵尸，他们这些跟黑人一样跑一样快的 Jeez。哦，不要再打我了！不要再……我需要有武器，要不然就是开和平模式。不过我相信那些僵尸一定又拿我的东西，他们实在是有够贱的。啊、哦！你们这些死穷黑鬼！哦，又是蜘蛛！哦耶，还要死！我觉得那些僵尸不会拿你武器了。哪有？那些僵尸都有穿装备拿东西。没有，他们没拿东西，他们只有穿装备。你假的。对 ，OK OK， 穿过去！天啊，好了，不要站到我荧幕，整个都是口水了。你干嘛拍？不错啊。没搞笑。不要让我。你 B box 很棒哎。啊。那是在暴怒情况下，那个能够那个卡皮会有那个一定的几率使出那个 B box 技能，完全没有技能，对，好棒棒。至少还有。啊！暴怒 ！I'm so fucking angry， so fucking angry。但是很不想暴怒的十二点了，我不想邻居那个明天又要来念我，因为我都会经过邻居家，他们一定都会来念我。OK， 来吧，哦，越来越多只了，可不可以太过分了？最过分的是要空手打。哦，我才不要送你我的装啊！里面那一只可不可以 ？Oh my god！ 我要在这里跟他们缠很久。399吃很久，不不不不不，哦哦哦，气到在轻弹了。掉下来了，我是真的在流眼泪。Minecraft 第一次可以变得那么欢乐，变得那么的欢乐 ，I'm so happy 啊！哦哦 ，yes， 躲过他们，躲过他们，来来来，欢乐，欢乐，哦哦，欢乐，享受欢乐，yes， just the fucker， just the fucker， yes， 把你们堵住，这样你们就永远只能从这里来。哦，我还是没有木棒哦，太好了，至少我来到这里了。哦，下面有那个重生砖。OK， 我要把这里堵住。这样，哦，他们怎么来？你怎么来的？你怎么来的？你怎么来的？等等，你们怎么来的 ？No， bad。他们，你那边 bad， 你那边有放一个方块，于是他们就从那里爬上去。b
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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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y bad boy， 你什么人？哦，我不会唱歌。Bad boy bad boy， 你们僵尸快滚开！都是 bad boy bad boy， 你妈妈你妈妈 ！Bad boy bad boy， 我就是要你看，我就是要你看，我就是要你。啊，杀不完啊！我觉得僵尸现在烦的地方就是这样，因为他现在寻路系统有变那个变得他妈的聪明，对吧？所以他现在可以很轻松的找到该从哪一条路走到哪。哦，好了，我知道了。OK 哦，差不多要关台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不是我生气，是因为要睡觉。哦、很烫哎，你怎么可以拿蛋蛋烫我？这样讲有点尴尬。是茶叶蛋，各位是茶叶蛋，不要有迷香。宵夜晚。对啊，卡皮怎么那么过分？怎么可以讲笑话？是你们脏脏在那里乱想哦！天哪，好可怕！他们好像随时都可以打到我。哎，我不是有药水吗？嘿嘿嘿嘿嘿，来打你们！冰，有药吗？哎，好像有用，好像没有用。那我跟你讲吧，他妈的一点没有用。哦，还是被打了，搞不啊？东北啊，你讲台耶？奇怪，我什么时候有这个能力可以这样变过去？哦，我的蛋蛋跑到桌子上了。哦，好烫哦！哦，卡屁，你的屁股是否常常卡在马桶？啊，你怎么知道的啦？真是的，我总觉得我的家里好像被装监视器一样。你们每个人都知道我的动态，你们都知道我在想什么，你们都知道我内裤穿什么号的。哎、欸，等等，真的有点太过我了。有人知道吗？真的假的？真的啊，哦，没有足够的弓箭哦，我的箭也不见了，太棒了。嗯，哦 no， 我被困在这里，看着僵尸他们在玩圈圈。而且这高度摔不死，所以很烦。好烦哦，也许可以了。你不要站在那边好，他们可能挤挤挤，然后挤挤挤，最后面就打到你。有可能，你看他们都好乖哦。看，好乖哦，好可爱哦，真的的确是蛮可爱的。可不可以修改他们的路径之类的？我有没有稿子？我要让他们掉下去。哎，好乖哦！哦，这真的有够乖的。OK， 然后呢，我再把这个也给打掉，不让你们上去。Please 让我合作一点。Yes， 我这样算堵住他们吧。超美的，哒哒哒哒哒 ，There you go， 哦、oh, ，No， 哇，东西还喷在下面，嗯，哦，哦，茶叶蛋真的好吃，嗯，哦，嗯，吃胖的心酸，哦，Why did you do that? It's not funny, yo.看到人家发宵夜文的心酸，你要不好扯哦。那为什么是甩蛋蛋？这些话其实在好色狼面前讲吧，真是。嗯，啊，我实在是受够了，我要在这里先关台了，受不了了。Yeah。没办法，那个我没办法玩深夜台，我最多时间只能够到我家人回来，因为我现在家人回来了，所以就只能够留着下次再玩喽。我没有办法 ，Yeah， 唉，哦，现在真的好想哭，嗯，啊。哇，丹丹真的好吃，嗯嗯。
屁也要顶着靠。好啦，那么你们观众朋友下次会有想要我再继续玩这个地图吗？我觉得这样自虐，比我来啦 ，Hello， 你太晚来了吧？我要关台了你才开，总是很多人都这么悲剧耶，我觉得，那个像阿宇啊，之前也是一样的，我才打电话过来啊，0925088669 ，OK， 我接一下电话哦，喂，请问是谁？陈方君啊，你怎样？你换电话号码了？你手机是怎样？你怎样？干嘛打过来打电话过来热线呢、啊？需要我开扩音吗？等等，我听不太清楚。你再讲一次，你说什么？我刚煮完宵夜回来，你就给我关台。又是宵夜，看。啊，我有开 YouTube 的那个记录啊，你可以随时去看啊 ，Baby， That's what you get， OK， Thank you， Goodbye， 我要挂你电话了，臭损友。All right， 让我们继续，我们讲到哪里了？我忘了 ，OK， 我们准备关台了。So， 你们大家都说不要，对，下次不要再玩这个地图了，直接看着我包，还是说看着我包你，你们会很 happy 啊？希望不要给刚吗？为什么叫我给刚？谁讲的？我要给你封锁哦！讲话给我安分一点。好了，那么我想，今天是个非常好玩的夜晚。I know. Thank you for your coming。我知道你们听不懂这句话。好了，那么也谢谢今天那个吉利那个来陪同我，让我没有那么无聊。所以。好，感谢你。然后，天啊，你那个声音才是你的声音嘛？对啊，有够清楚的。真的，你看，你听这个录音以后，然后你再去看你的旧影片，真是差很多呢，你不觉得吗 ？OS you can 看，这谁？等等，我要把你记住 OS you can 看。给我吃蛋蛋，你不会吃你自己的哦。这样子有点坏，好吧。好，那么我们就直播 OSU 的话，可能不会。我最近对 OSU 有点失望，因为我就是在会考这期间，我大概有3个月没玩。然后呢，我昨天想去玩，我赶了，我玩了一些真的是 PP 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成绩很好的那些地图。可是我的那个。排行就是一直没办法回去，就是你知道的，回不去了。对，回不去了。那么，因为呢，就是3个月来也是有人在进步啊。我就是有大概5000个人进步了，所以我现在一直退在16000这个排行。要追回来很难，所以我算是没什么信心去玩 OSU 了。对啊，可能自己私底下会在练哦，不知道为什么要吃你的蛋蛋，你们真的很恶心的，我要关台了，真是的，你们，对，我要休息了，对啊 ，PP 加不到一点，好伤心哦，怎么打到沙包？对啊，好了，11:50了，那么祝各位有个美好的夜晚，那么，如果你是夜猫的话，也可以去看其他的台，那么我们今天的台就在这里结束了，也是一样，很感谢吉利来陪我，真的谢谢你，那我们就在那个。对啊，我们今天就跟谁骂脏话？安分一点 ，no bad。好了，那么就在下一个直播影片或者是 Facebook 上面见喽，拜拜，各位拜拜 ，see you next time。